故人西辞黄鹤楼。我这个字是父亲教的。父教的是不是？很好看的这个字。嗯，是很好看。比如说它有什么叫什么体吗？这是行书。这叫行书是吧？嗯。行书，行云流水，真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蔬菜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苏州的平江路，我们这边看到了那个夏爷爷在这边画画啊、哦。夏爷爷已经80岁了，但他画的这个画，然后他手都不带抖的，然后画的也特别好看。我爷爷，你这手法很娴熟啊。家传的呀，我是苏州人。家传的。哎，我是苏州人。啊？我是本地人。苏州人是吧？嗯。全部都是你一个一个画的。画我没有印的，你放心。哦。没关系，绝对真实的啊。你也很辛苦哈。嗯近，所以我是来帮我女儿看电影。我顶多来一个礼拜。顶多来一个礼拜。一个月来几次？啊、哦。那我今天运气挺好哈，碰到您啊。是的。哇，这边都是爷爷的这个，平时画画的这个。哎。这叫什么颜料啊？这是国画颜料。国画的，哦，专门国画的哈。水彩画颜料要掉色的，嗯，这个永不掉色的。哦。完了，我一条画好。永不掉色啊。哎，永不掉色的。哦。梅、兰、竹、菊，哈。一个镜子，那一套是宁静，这一套是宁静致远，那套是性能生为。哦。性能生为。哦，这一套也挺好看的。梅兰竹菊，这是爷爷刚刚就是我刚刚 画好的，下面都没了，说就共头两样啊，这也属于限量版哈、哎、对对对对对对，爷爷自己画的80岁老画家夏忠实，画慈母老人，啊啊啊啊啊，这个是这样写的字啊，对对对，就是画画的都会有一个号，对吧？啊，号叫四目老人。对。对。是这样子的，作品具有收藏价值，机会难。白虎叫真的名叫唐寅。嗯。白虎。对对对对，唐寅号白虎，是的，是的。这就是平时也会售卖一些，都是爷爷自己画的。就是你女儿卖你画的这些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。这店里面全是自己画的。这个、是我女儿画的。哦，你女儿也画画的。这个店是插开的。哦。后面是工笔画，女儿画的。工笔画你走，整个叫三条平江路没有的。哦。就是我家传的。哦。很多人过来看。这边也是爷爷画的，梅兰竹菊。工笔画是他女儿画的，这些也是特别的好看，可以看一下。写书画，好好好。我这是家传的。家传的。是父亲教的，有本书画的。父亲教的是吧？我这个画都是父亲。每一个给他们的。嗯，晚上光线有点暗，弄个台灯哈。我们来这边近距离的看一下。很多人在这边观看爷爷写这个书画，啊，还有拍照的，这边都是在拍照的。啊、女儿是不是？那来一套这个吧。嗯。就是。像这样一幅画。350。
不是，我说得画多长时间？画多长时间？我不是一天都坐在这边画的，还有事啊，断断续续的是吧？基本上一两天吧。这个脸裱起来是什么？全裱好了，就带框。这个叫工笔画是吧？这种是写意，小写意。嗯，写意。这个有像齐白石的虾哈，写意画。这个是爷爷画的是吧？对，写意画挺考验功力的。嗯，是的。刚爷爷说他都80岁，手都不带抖的。我也佩服他。也佩服他。嗯，我都有点手抖，他手都不抖。嗯，手不抖。厉害厉害，蓝竹菊的那种标签也给大家写了一首《黄鹤楼》，这个是刚刚爷爷自己写的。大家对这个书签啊感兴趣的，这种字画感兴趣的，也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就在苏州的平江路这边，然后一直往里面走。